除了問題之外，阿 Doctor 有封信喎。好啊，你讀一讀俾大家。係啊，有個朋友又係知道我哋翻去支持嗰啲北京外勞子弟嘅工作，咁佢就賺咗啲錢啫，都幾闊佬下。讀俾人聽下。咁啊，尊敬嘅郭博士啊，咁啊有呢件咧就有關於北京外勞子弟嘅贈書活動嘅。咁啊，感謝博士嘅悲心促成呢次四月北京外勞子弟活動。後學由於活動期間身在外地，故不能參與。現附上一張30万元嘅港元支票，以贊助相關嘅活動。後學預見咧，就係外勞子弟學校應該視乎情況，逐步納入正規北京學校網內，而未被升格之學校應調配各學生入讀屬北京校網嘅學校，以方便學生將來融入北京社會裏考。咁誒就在此祝願眾學人自強不息，福慧增長。此致敬意。又係阿陳律師寄嚟㗎。係啊。即係話上次三樓我時光識班俾咗50万學費嗰位，佢知道我工作咧，佢係贊助。佢嘅提議係好事嘅。嗯。但我哋而家都係。據我所知是做緊，因為成90000多呢啲學生，唔少啊，好多喎、啊，係啊，淨係北京一個城市已經有90000嘅外勞子弟，咁、啊、你全中國咁各大城市，唔好講全中，我哋講北京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都逐步解決問題，因為佢個社會要點樣負擔都係頭痛嘅，但我哋一路一路將佢規範化，嗯、但我哋最麻煩咧，佢哋流動性好大啊。他們不會說長期留下的嘛，但都要做的，他這個是好意的，我們都會爭取做，第二個問題。